想询问一下司姚委员怎么看报道现在指出陈时中有机会入阁当政委，那您认为陈时中部长的沟通能力如何？这个目前的讯息还没有确认。好，那如果陈时中那确定能够未来继续在那个团队里头担任政务委员，我个人当然是非常的正面肯定。陈时中部长率领台湾打过艰辛的疫情，他对于医疗公共卫生相关的政策是非常的熟稔，他是我们政治工作的人格者，他在历经这么多的抹黑人格的攻击，他依旧为台湾挺在第一线。我个人跟时中部长又合作无间，不管是过去在立法院的合作或是他选举期间的合作，我非常期待陈时中我们永远的防疫英雄可以进入内阁团队，为我们更进步的医疗政策来把关。我也期待希望这个消息是真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委员都希望能够跟阿中部长或是未来的阿中政委会有更多好的政策来推行。